乐宝的师爷经常出入澄亲王、定亲王、怡亲王、庆郡王府，京城的几个满洲都统府内也能经常看到乐宝师爷的身影。皇上想想看，乐宝远在湖广川陕勘乱，他的师爷乱成什么？朕决定，派你和松云为钦差前往湖广川陕查访，你们秘密下去，不要走在一起。松云走河南，过陕西进入四川，你走湖广。 这，不过还有一事，看镜头，安平这回非要找回他额娘不可，都是奴才大意。不过奴才会安排下去，让事情天衣无缝。朕已经通广清谈过，让他走湖广，查处武昌同知常丹奎。你从陕西进入四川。 主要了解这些领命的将军、督府谁能战，谁不能作战。如何撤换他们，朕就得思量。皇上考虑的周全。还有啊，朕听广兴说，乐宝贿赂老十一绵恩他们，还有在京城的几个满洲都统，以求自保。朕已经吩咐广兴让他悄悄离京，你也一样。微臣遵旨。这么说。 广清已经禀告皇上了，乐宝贿赂亲王王公大臣，以求自保。是啊，就不知道这个鬼抓狐是为了周廷栋报复乐宝，还是乐宝真的像皇上怀疑的那样，贿赂亲王和在京的王公大臣。这也是个好事。 可有一点我不明白，乐宝为何要揭露周廷栋、汪海棠？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了，汪海棠是怎么死的？是自杀，还是周廷栋为了自保而逼死他？ 为了整治乐宝，我对皇上撒了谎。 欺君，欺君是要掉脑袋的，我知道。其实这也是一赌。赌？你别怕，乐宝的事业，既然能送给成亲王张轩的侍女图，为什么不能送给怡亲王银票，送给庆郡王玉器，送给都统银子？可是大人，这只是猜想，咱们拿不出证据啊。所以。 你一定要查到贿赂的蛛丝马迹，我的人头是否能够保住，就看你的了。哎，我说鬼抓胡这么起劲查阅审讯王三槐的记录呢，怕是有屁要放。王爷看，景略大人应该怎么出牌？鬼抓胡现在的心思啊。 是当上钦差大臣，好下去拿捏你们大人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鬼抓胡一心想要整垮我们景略大人。哼，说明这个左都御史现在心急火燎。哼，可他还没有抓住我们景略大人的把柄，只是从汪海棠嘴里道听途说。 而汪海棠却又自杀了。汪海棠绝不可能是自杀。本王了解汪海棠，他没自杀那个胆量。王爷是说，丢卒保军，为了保住周廷栋的性命，他不得不牺牲汪海棠。我私下了解，鬼抓胡。 把汪海棠的女儿收为养女，视为己出。他内疚。王爷，啊，我回避。王爷，皇上派广兴和松云为钦差，两个人不走一条路下去，听说。
两个人离京都是悄悄的。啊，王爷，皇上可真让鬼抓胡当勘乱钦差了啊！那都不是有机会陷害我们经略大人了，着什么急呀？ 本王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？看他出什么牌，你也出什么牌。其实我倒觉得，你们大人的机会来了。机会？乐宝不是一直视奎伦为心腹大患吗？这回啊，可以让鬼抓胡帮他的忙。王爷说笑吧。 那广兴和周廷栋正恼恨我们大人，寻机报复，而奎伦与他又无怨无仇，他和奎伦联起手来对付我们经略大人，还有可能。你看本王像开玩笑吗？啊？请王爷指点。大人，我回来了。经略大人，皇上派广兴和松云。 为勘乱钦差大臣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！王爷说，大人其实可以利用鬼抓胡，清除异己。小金库一事没有整治成周廷栋，反而在朝中树立一个政敌，广兴与周廷栋勾连党。 岂能为我所用？王爷说，利用汪海棠，就可以逼广兴就范。汪海棠不是死了吗？正是因为汪海棠死了，才好用他来摆弄鬼抓胡。汪海棠不是畏罪自杀？程方爷分析说，汪海棠不是个敢自杀的那号人。 哪里来的侍臣？回嚷嚷着，要见本多。谁呀？谁呀？大人，请。哎。 刚才走过去的，就是徐端吧？对，他到了我这里，请左都御史放心。嗯，你这儿景致不错啊，圣驾铸币的行在，景色也不过如此啊！大人，这都是我前任的前任韦志扩建的，恐怕不仅仅是韦志吧？ 朝廷调拨下来治河的躺银，都画在这儿了。嗯，左都御史大人是要误会了不是？我有重任在身，路经此地，顺便看看徐端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。我还以为若大人有心，那我说什么也得助大人一臂之力。其实啊，徐端的事情办好了。 你就帮了我的大忙了，啊！我一定遵照左都御史的意图。其实啊，也不是为了我。徐端赴任的时候，是不是带着家眷？是的，大人。
他带着新婚妻子与他母亲。那不是他的母亲，是苏万尼瓜儿的额娘。苏万尼瓜儿如今是皇上的安嫔，人家的额娘，轮不到他来赡养孝敬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大人，我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无论是谁。 花了治河的躺银，为治扩建这花园，享受如此景色的人，不算是治河有功吧？哼！你呀，赶快必须端把老太太送到京城去。但是，别让她和苏万尼瓜儿接触。还有。 你就不应该把他留在你的衙门里，找个偏僻的地方把他安置了。你我同吃皇上的俸禄，得让皇上放心呢。嗯，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，请左都御史大人放心。是皇上放心，大人，你心里也踏实。哎，大人，网开堂自杀，果然另有玄机。 这是成王爷的信。看来，这两个狱卒很重要，你去一趟京城，成王爷是不会直接出面的，你得设法控制这两个狱卒。要把他们带回来吗？到了京城，跟成王爷商量商量，听听他的意思啊。是，大人。啊，总督大人。 哎呦，总督大人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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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总督大人有什么事儿了？是湘匪姚知府齐王氏，还是徐天禄留下的青号余孽？都不是，跟逆贼没关系。南河总督捎来口信儿，说皇上派广兴微服下来查看剿匪，京烈大人总该听说此事吧？嗯，啊，哎，不知道啊。 看来皇上对我们还是不放心啊，那我们另眼看待。四个王爷擅权解决了，现在可以腾出手来审查咱们了。毕竟我们当中许多人，当初受和珅举荐。可皇上说过，和珅的案子不株连啊。那是因为朱世勋建议皇上稳定局面，太上皇刚刚驾崩，朝廷需要稳定内外局势。 那现在呢？哎，若是朱世勋为钦差下来还好，可偏偏下来的是鬼抓胡。瘟神来了，看来是来者不善呐。那我们就得要想个办法，只能丢卒保车了。乾清门听政使朝议刊乱。 王杰就当了重臣的面提到武昌同知常当魁，鬼抓胡也没少拿常当魁在皇上面前说事儿。可这常当魁知道不少事儿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大人，广兴已经到了。到了。 被姚知府请到府上去了。什么？他落入湘匪手里？京烈大人，这是在我的地盘，皇上派的钦差落入湘匪手里，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我坐。总督大人呐，这未必是件坏事，啊。大人，客人到。进。是。 中堂大人，上次不辞而别，不好意思啊。谢。其实中堂大人心里清楚，我们乐宝大人也有自己的难处，更何况广兴和周廷栋手黑心也黑，汪海棠连命都不保，这旁观者还能说什么呀？哼。
我只是一个旁观者，我记得当时你逃走的时候，望海棠还没有自杀。若是自杀，我就不用那么仓皇离京了。哦，哼，中堂大人，望海棠绝非自杀，而是有人想让他毙命。 你能说得更详细点吗？要想知道得更详细些，中堂大人就得去调查呀。凡事都会留下蛛丝马迹，中堂大人不妨从当差的狱卒入手，看看汪海棠到底是如何自杀的。 本部堂是陕西人，西北汉子，一辈子耿直，所以乐宝大人才决定向中堂大人吐露情况。你说清楚，乐宝跟广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中堂大人，多心。 耿直，但不傻。送客，请吧。周廷栋若是知道王杰已经察觉了那两个狱卒，他还能坐得住？ 那两个狱卒，当然也不能让王杰找着啊。明白了，王爷的这个主意是，让王杰把鬼抓胡，赶进王爷设好的套子里。哎，是乐宝自己设的套，可不是本王的。哎。 微臣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皇上，乐宝送来急报，湘匪姚知富抓了一个京城去的商人。乐宝疑惑此人可能就是朝廷派下去的钦差，急报郡局处查证。另外。 松云将军已从陕西到了四川，他安然无恙。皇上最近有没有收到广兴送来的密报？你到六百里加急，令乐宝查清真伪。皇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不就等于告诉乐宝他们，皇上已经秘密派钦差下去了？ 要是广兴真落入湘匪姚知富手里呢？王爷，乐宝师爷来了。传。王爷，有好消息！鬼抓胡落入到湘匪贼首姚知富的手里。什么？ 说清楚点。湘匪贼首姚知富从一家客栈落走了鬼抓胡。好，好。大人，停计到了。皇上要我们核实，落入湘匪姚知富手里的人是不是钦差大人广兴？ 那咱们如何回复啊？用不着核实，缓些时候上报，让朝廷
也急一急。乐宝有消息了吗？皇上，尚未接到乐宝的来报。这个乐宝怎么搞的？广兴已经有十多天没来密折了，朕担心他凶多吉少。微臣再去拟旨催促乐宝，令他三天内回禀上来。臣遵旨。 王中堂，王中堂，刚才皇上问的，看来左都御史已落入襄阳匪首姚知父和齐王世手中了。那皇上嘱咐王中堂吃定乐宝干什么呀？哦，哎，王大人，王中堂，哎，你跟我说。 四个王爷恨死鬼抓虎了，湘匪姚知父若杀了广兴，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四个王爷了。招啊！借贼手除掉鬼抓虎，省得他来这儿，咱们提心吊胆了。皇上密派钦差下来，本来就不待见咱们呀，落入贼手，活该。错。朕因为如此，断不能不自重。想想看。 钦差下来都丢了性命，皇上又该责怪我们剿匪不力了。岂止是责怪啊，恐怕圣上震怒啊！听令大人，停机到。哼，一个钦差。 皇上军机处急得火急火燎，我还想让鬼抓虎活着替我们办事。听经烈的口气是，我们三人联名上奏，先告诉皇上，被掳走的就是左都御史。我们可不知道他就是钦差大人，四个王爷的要求断不能满足。皇上，乐宝已经弄清。 被湘匪姚知父、齐王氏抓获的人正是钦差广兴。乐宝还说他正在设法营救，请皇上放心。没想到广兴这么窝囊。皇上，奴才刚刚办差回宫来，徐端派人把安平的额娘送回京城，我们半道上碰见了。说说路途上的情况。皇上还是听安平回来说给皇上听吧。 王杰啊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臣是有些话，但是德龄带回了好消息，那微臣就给安吧。谢皇上。快讲。皇上是想天下之富贵，盛茂轩仪，龙颜凤姿。如今瓜儿已经进宫侍奉皇上。 何不又善宽厚于徐端，让他和纳兰过上平安日子？老夫人这话里有话呀。徐端怎么了？朕没有让任何人为难他。徐端在南河总督府啊，事情做得好好的。前几日来了个钦差路过此地，徐端的日子就惨了。钦差硬逼着南河总督把徐端发配到荒野山僻。民妇想，钦差。 不就是皇上派来的吗？这个广兴就爱自作主张，朕会妥善安排徐端的，这个你放心。民妇替徐端谢皇上隆恩。朕也有个请求，这些事儿啊，不要让瓜儿知道。我一定不会告诉瓜儿。哦，安平，瓜儿以为徐端背叛了他们的婚约，娶了纳兰。 皇上，奴才把军机大臣戴渠亨传来了。传他进来。这。传戴渠亨觐见。微臣戴渠亨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
谢皇上。你个叔父是河都？是的，皇上，他叫戴君元。在江南河道。他在河东河道，皇上。哦。朕啊，有一事想托。徐端你熟悉吧？见过两次，算不上熟悉。哼，你很诚实。 朕就喜欢你这种坦诚，而且你办事谨慎，这件事交给你，朕最放心了。你啊，联系你的叔父，把徐端安排在他那里。若徐端真有能力，就给他擢升的机会。这，你什么事儿都要和朱世钧商量吗？这件事儿，你知朕治，明白吗？ 微臣明白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来，诸位，为钦差大人的平安脱身，干杯！来来来来，干杯！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，您看，大伙儿为你接风洗尘，您是不是喝一点了？钦差大人。 你怎么着也得意思一下，是啊是啊。堂堂的大清钦差，竟然落入贼寇的手里，奇耻大辱，还有什么好性格的？你们给朝廷的奏章不是总说，首犯撇帘救货，余党即日就擒，产功在即。 可是朝廷派下来的钦差，马上就被贼首姚知富挟持。哼！回头皇上再看到你们的奏章，他会怎么想？也许此时此刻，皇上正与内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们商议。单凭这一点，御史们就有文章可做。 我都替你们着急，你们还有闲情逸致，大吃大喝，真是可悲可叹。钦差大人，这可是专门为您接风洗尘，平时我们忙于军务，根本没工夫消遣这个。大家伙说是不是啊？是啊是啊，要是钦差大人不来，我们也无缘再次相聚呀。等着吧，很快你们就会再相聚的。 松云，皇上派松云过陕西入四川，然后在这里拜见诸位大人。马拉特松云的名字，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这个蒙古彪悍，刚能不克，哪次做钦差不带回几个人头给皇上做礼物的？在朝宴游直遇。 成奸弹劾，贪墨同僚，手下是绝不留情。如果此情此景让松云给看到，你们想，这个蒙古彪悍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？松云也从陕西境内过，怎么你老兄也着急了？松云对皇上讲，你老兄的勘乱之策是贼至。 必让，贼走你来。本总督战略不同，并非怯懦退让。是吗？皇上为何派两位钦差秘密查访？这就是本钦差的为难之处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向皇上禀报你们的是非功过。暴风雨有来就有去，重要的是。 你们如何应付这场风暴？钦差大人，我脑子笨，还请指点。指点，用得着吗？皇上虽然器重本钦差，可是比起诸位大人来，我只是初出茅庐而已。经略大人就教会了我不少东西，对吧，乐宝大人？
大人们。王兴说破了嘴，不外乎是要孤立经略大臣。你不想找他谈谈？我更想等松云到来，一吐为快。你没听鬼抓猴的口气啊？好像是有人故意陷害他于湘匪姚之富之手啊！可不是吗？我虽然对经略大人不满，却也不想掺和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啊。而且广兴今天说松云的那一些话，就是想提醒大家离松云大人敬而远之啊。真不知道这个左都御史心里在想些什么。请。二位大人。啊，松太太。二位大人借一步说话。请。请。刚才鬼抓狐那些话，两位钦差中似乎只有他愿意为我们担待。他那一句话还有一个险恶用心，就是挑拨你们与本经略的关系。鬼抓狐好像对奎伦更感兴趣啊。也许皇上向他交代过什么。咱们这些人中间就奎伦是皇上钦点的，还有参赞大臣鄂勒登堡，他一向孤傲，也是广兴拉拢的对象。奎伦好沽名钓誉，上回合围白号匪首王三槐那一次，他出风头搞什么招抚，想立头功嘛，结果还是让经略大人捷足先登了。你就甭提那次合围了，人还没打，吓得没影了。不错，那次机会多好，你要是不撤兵，经略大人定了诱捕了王三槐，咱们也能把白号贼寇整个歼灭，哪有什么后患？哎，这，你们俩也不能把责任推我一个人头上。那你们追了半天不结，把贼寇引入我的地盘，以为就完了？要我百姓说你们是迎送伯呢，就真是我。你胡说八道，就撤！哎，好了。本经略与你们绑在一根绳子上了，过去与贼寇周旋，现在多了个鬼抓狐，节骨眼上，我们之间可不能出现嫌隙呀，让鬼抓狐钻了空子。哎，真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呀！皇上为何密派两位钦差查看剿匪呢？哼，西云初起，日沉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哎。乐宝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哎，王毅这是……哎，这乐宝诚心捉弄我们是不是？不是说好了逼着贼首姚之富把广兴给杀了吗？啊，怎么反倒把他给营救了？你把这事儿给我说个哑巴口径。嗨，王爷，有所不知啊，那天啊，我们经略大人派景安去用俘虏交换广兴，实心是想逼着姚之富出手砍了广兴的头。可没成想啊，那王聪儿被鬼抓狐给说动了心，哎，硬是让姚之富他放了广兴。真的假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乐宝要是诓我，没他什么好果子。嗨，哪能呢？那鬼抓狐可是想要了我们经略大人的命啊！行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经略大人作何打算。回去帮我给他提个醒，别让鬼抓狐反把他玩喽。王爷放心，我们经略大人肯定会配合王爷的。两位钦差均为皇上密派，贼首如何知道钦差行程的？是，这正是朕困惑的。皇上，王中堂有要事禀奏，传进来。这
臣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这。皇上，乐宝的师爷最近一直在京城活动，他也拜访过微臣府，拜访了几个王府，还去拜访了几个旗主和在京的都统。乐宝的师爷，乐宝师爷拜访微臣府，提到了汪海棠自杀一事。怎么又是汪海棠？皇上，汪海棠从案发到他自杀，乐宝的师爷一直在京城。他向微臣提起，汪海棠不是自杀，是受人胁迫。他还提到过有两个目击狱卒，可是微臣一直没找到这两个人。上次查督察院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乐宝师爷向王中堂提供的消息。皇上，微臣觉得广兴乐宝和周廷栋之间蹊跷甚多。那么他不是出入几个王府吗？朕的意思是派人盯住这个师爷的行踪，看看他后面要做什么。这。皇上，军机大臣戴渠亨送广兴的密折来了。快传快传。臣戴渠亨叩见皇上。免了免了免了。密折呢？宜绵的确昏聩，是该撤换下来了。替朕拟旨，宜绵上负两朝委任之恩，下移征民倒悬之苦，未喜无能，巧于退避，革除陕甘总督，押解回京，交部议处。左都御史身落敌手，都是你们经略大人的功劳吧？你来干什么？哎呦，周大人太冤枉我们经略大人了。大人，你有皮就放，放完就走。周大人，你还真生小人的气了啊！这连粗话都出口了。你在京城转悠，拜访旗主都统，王杰早就盯上你们了。哼，你若不想给乐宝找麻烦，我劝你早点离开京城。嗨，我就是来向周大人辞行的，这说话就离开京城，没这个必要。宋哥，请。等等。等我和周大人商讨完那两个狱卒的事，我马上就走。什么狱卒？就是汪海棠自杀那天晚上手执的两个狱卒。他们说啊，这汪海棠根本就没有胆量自杀。其实啊，周大人和左都御史跟我们经略大人那没有解不开的疙瘩，无非就是大人您先伙同汪海棠一起来讹诈我们经略大人，然后呢是我们经略大人派小人去给王杰通风报信，哎，把督察院孝金库的事儿给抖搂了出来。哎，于是啊，这误会就一步一步的来了。你说重点，乐宝他又想干什么？别忘了，广兴大人现在可是查勘剿匪的钦差。广大人，你看。广兴不贪墨，左都御史最好还是先看一眼，那不是银票。周廷栋的笔迹应该不陌生吧？周
周廷栋的信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哈哈，广大人呐，那两个狱卒可是在我的掌控之中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怎么样？开个条件吧。那个布政使必须是将军或者总督这个品级。什么？将军、总督就那么几个，你一下子搬到两个，这不是太贪心了吗？你难道不计后果吗？鱼死网破。鱼死未必网破，你也不想想看，皇上若没疑虑，会一下子密派两个钦差下来？松云他可不会像我这样慈眉善目。听鬼抓狐的口气，非得揪出一个总督向皇上交差呀、啊！把你们招到这儿来，就是商量这个事情，所以没叫奎伦、厄勒登堡，他们跟咱们不是一条心。经略有何高见呢？我们听经略的。那好，趁松云到来之前，配合鬼抓狐揪出一个总督。奎伦怎么样？我们可以让鬼抓狐相信是奎伦向贼首姚知父王聪儿提供他的行踪，陷他于贼寇手中。皇上密派他下来，那奎伦事先不知道啊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我们也不知道钦差下来呀。奎伦与王杰有来往，也许从王杰那里得到的消息嘛。启禀大人，钦差大臣广兴到。请。声音咆哮，你们想去吗？奔驰烟尘。